为什么大家称为都熟悉一点？我们今天直接把我们刚才的那个学的那几个点直接套到为什么啊，把右脚再放。5 6 7 8 注意腿向下以后啊，就是我们的怎么样？刚才的那个向下，所以我们骨盆要有一个上行转动，对，只不过不用直接推过去啊，但是还是有脚踝的一个力量。看我的脚踝，哎，看我的脚踝还是有推动，要推动起来啊，再来一次。所以桑巴的这个骨盆再加上正
其实是很难的，所以我们如果有问题直接说啊哪儿有或者怎么样。这个项目它已经上过了是直接转，对，直接转seven A，看在这个位置直接转出去，然后回来。对，还有问题吗？比如哪儿没走的话，来先试一下准备，走起来先，记住拍子啊，心里记着点儿seven A，然后四分之三1，然后四分之一再斜上方，斜上方，然后是一拍落去，明白吗？是这个意思啊。的时候我还在斜上方呢，看我啊，我还在斜上方呢，腿还没完呢，下一个才去这一拍回来去，没回来，来再试一次，准备。这样的话思路就捋得非常清楚啊，准备。来，下一步弯腿，这样子才可以做的动作才会更桑巴。你刚才做的太直接，有点像恰恰。看注意桑巴的感觉就是bounce 啊，bounce 大家都知道什么意思，反弹，对不对？反弹的感觉，所以它的感觉是 boom that boom that 这种感觉，那恰恰就是 boom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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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直接，桑巴就是